我关心的是，该林管处结合着二零一八台湾灯会活动，首度推出射手小旅行五七八景经典版活动，由摄影达人从那爱摄影的民众，两天一暝，迄关就送来一个库内底的五级八景，含量名价38名。根据林管处推出阿里山射手小旅行活动，由摄影达人何应杰、林文良老师。和游乐区的脸书 FB 小编查到，在一百零七年二月十号到十一号，两天一暝进行美景的拍摄，名额限量38名。一月二九号中午12点开放报名，每人费用1800块，包括住宿费、讲师费、电动游园车和森林铁路的费用。这些利空一百台湾灯会在嘉义县精彩展开，灯会以水陆空全方位展现，其中的水灯区借由各种人民的水景和建筑设计，以阿里山、云海、日出、桑拿、铁路和樱花等嘉义县国际观光元素为主题创作的水舞光雕秀。该林管处配合台湾灯会推出阿里山射手小旅行活动，二月十号到十一号在娱乐区内领拍日间晨光、傍晚霞光、夜间星光、人间耶稣光和各类的自然美景。身心空调红该机关采访报道。